內地37歲鋼琴家朗朗同24歲德韓混血女鋼琴家 Gina 今年6月在法國凡爾賽宮舉行童話婚禮，擁有女神級美貌的 Gina 婚後一舉一動都是 fans 們的焦點所在。日前 Gina 就在網上鋪了一張包餃子的相，但是估不到簡單一張相竟然引來過萬個 like 和過千個轉發。原來是因為 Gina 嬌人的上圍令到一班網民全部錯重點，大家都紛紛留言說 Gina 搶了餃子鏡，還有不少網民說已經立刻做了 Gina 的粉絲，真是搶了老公朗朗不少風頭啊。